全民制作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全民制作人代表张艺兴。在这里有100位努力的练习生想被你们看到，越努力越幸运。我对所有的事情我都真的很认真，所以他们一开始找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我一个人是这么是这样的，我说哥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怕时间抽不出来。我说因为刚刚不是马上要开机了吗，要拍一个戏吗，我真的怕时间。我说因为做这个事情非常需要时间，需要精力，要去跟每个练习生也去聊，要告诉他们，因为很多练习生他可能就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真的怕做不好。其实一开始我只想看一下大家怎么样，看了第5组的时候就有点急了。我说你们要没准备好就别表演个人技了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其实对于个人技这一块我是要求比较高的嘛。你如果真的出来，你说你想秀你的 rap 也好，vocal 也好，还是你的 dance 也好，我因为我都懂嘛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就是大家没准备好，最好是就别，就是因为在一个组合在表演的时候，可能你还看不出什么很大问题，可能觉得大家都中规中矩，或者是在这个上下浮动，但只有你一看个人的时候，问题就嘣就直接给你了嘛。所以后来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是希望一次就把这水全倒了，还是想希望细水长流，让别人慢慢的去了解呢？ Yeah, now I wanna be apologetic. Yeah. OK, 好了。你在做那个滚动的动作的时候，你不能完全用力，你用力的话怎么滚得起来呢？因为他们，我也自己也参加过选秀嘛，我知道每一个选秀孩子的心理，有的人抱着试一试，有的人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目标，我想去完成的完善它，完成它。那有的孩子可能心理压力很大，有的孩子可能心理他承受能力也不那么好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去怎么评价。哇，那个选择，我的天哪！就是有时候你看到 A B C D F 的时候，就答案5个等级给你，你说6个人，一共就6个人，你问你自己答什么？我天秤座，这里有天秤座吗？没有吧？答哪个呢？首先，很棒，但是 balance 的问题，舞蹈他才是专业，真的很严格吗？严格啊，张老师。好多人说我在说专业这一块，音乐啊、跳舞啊、唱歌啊、rap 啊这种专业方面的东西的时候，包括什么舞台表现力的时候，好像说我变了一个人。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确实不知道。你们如果觉得我严厉的话，我说我真没有严厉，这跟导演组都说得非常清楚，我真的没有严厉。如果要给我真的要严厉来说的话，那没有几个 A。不知道后面的学员们在呼喊什么叫什么，我来告诉你们问题在哪里。 balance 不对，等一下 balance 还可以再找找， balance 上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。 balance 其实就平衡嘛，平衡，但是我们说的更多叫协调性、协调度。一个动作好不好看，它取决的是这个动作的协调性、协调度，每一个角度它都是有讲究的。这个 balance 对于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人有这样的 balance， 有这样的 balance， 那样的 balance， 要每个人去找属于他自己最适合的 balance。 而这个 balance 它需要长时间的磨练打磨，而不断的练习才会有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比方说 rap 的那些选手，因为他们很容易急，包括像 freestyle 在现场秀的时候，他是没有节奏的，所有的 flow rhythm 和他们的 punchline 是他们自己控制的，什么时候给我们 punchline， 什么时候给他的 flow 让把我们带进去。但是他因为他每个人他急啊，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知道这个表演机会又可贵，又想表现好，最后呢就把所有其实他有的一些东西因为紧张就全部把它给干。